这个我会怕哎、欸。全部玩来，我剪你指甲。什么宇宙啊？ET Today 星光影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们是秀某一家。哦，这个我最想，这个很简单啊。过年走村与亲戚团聚，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无聊的，挽救失去热情的婚姻，这个很棒。他们还在燃烧中的热情，所以就要突破很难。那就不能播了哦，很期待。我跟你讲，一定要有一个人要装他有小孩怀孕，然后比较可怜一点。秀他是叔叔吧？这个是。对，叔叔，那叔叔太在陷害我吧。所以他，好，你决定，你不要受我们的影响。我给你一些想法。你是主力的，因为是要讨债。他等下叫我穿孕妇装。因为是要讨债，我跟你讲清楚了。好，讨债你穿太合理，没人要给你钱。你要让他们摸不着头绪，然后再要钱。那它里面 OK 吗？因为我们有一些内裤啊。哦，那是 ET Today， 不是彩虹内裤。围肉，决定了吗？他没裤子哎。这个刚好我抓到了，皮裤太适合了。可以耶，帅，可以。好，忧心的走了。Let's go。骑动车里啦。很多细节，很多细节。讨债，这个是小弟，这个是老大。对。用具嘞，用具。用具，这个是剪指甲用的。对。拔手指。全部玩来，我剪你指甲。然后这个是烧背，烧痒，这套是装钱的。对，装钱。落下狠话。把钱拿出来。哎，他的额头的那个帮派的那个标徽。帮会，我目瞪口呆，但我们要超越他，意想不到哦。走村的要件你觉得是什么？当然就是要红色喜气，不需要招风引雨吧？是要让亲戚知道他们在走村，什么意思呢？气势不能输。这条走不用担心，你不用动，他被警察抓走哎。他走光吧，我们可以走低调内敛的走村。这个是低调，这蛮低调，对他们来讲，我觉得这很难呢。好啦，我就选这样子。怎么都是女装？这我可以给他穿的不像女装。哦。走村喽！恭喜你发财。拢是为着你，好运隆隆来。这样有情境，就是他们到了亲戚家，好热，然后要脱外套。哎呦，辣的了！所以手上那个是欧米茄吗？手上拿的这个是半熟半熟的。龙年，我已经完全了，用走春节了。新年好，不掉了。这是纯音，他们出去之前就是很恩爱，今年要有恩爱的感觉了。该讲都讲到。小严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空来的，不知道从什么宇宙来的，什么电影？然后这套衣服都是刚叔叔平常的师傅来赞助。他买的，对，那是我还没有机会穿到。因为通常叔叔就是小妍的芭比娃娃，小妍都会替叔叔，就是他们的情绪这样，然后都会帮他去买衣服、挑衣服这样。下一套不会输，因为前两个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我这个，我其实不想走那么搞怪，我想蛮认真去做，然后找回青春，找回热情，然后让我想起了他们。我小时候其实小妍跟叔叔完全两个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，小妍非常的帅，他都会戴墨镜，然后穿牛仔裤，然后以前他还有一点头发的时候都会染全金的，然后下巴，然后叔叔以前也是那种乐酷妹啊。然后就很辣这样子。实话是说，现在没有，现在人生不同阶段，每个不同阶段追求不一样。那我想要把他们两个拉回到以前他们90年代约会的那个时光。小妍要让他回到过去，
就有一个东西很疲惫。头发。我需要给他戴这顶，让他回到他的青春。后面的部分是哪一件？后面的也拿出来。好想整理哦。回味热情，自拍一张。哇！让我们回到80年代。哇！我觉得前两套真的太难突破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套真的走一个认真系列，把他们拉回到他们的80、90年代，然后找回他们的青春，他们当时约会的那种热情，然后当初爱对方的那个 spark。你当时有唱歌给叔叔吗？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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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睡前都会一直跟我聊，我都不知道。你又不跟我说，你又不是我老婆。白天在吵架，然后晚上那么恩爱，我都不知道。其实蛮想看你把这个交法分享。对啊，因为他其实后来我啊，回到现在了。你跟毕君叶啊？看来说都有心动的人选，有，肯定有。你们有什么评选的标准？感觉 feeling，feeling。为什么你们在那就有感觉？你抄袭我们，这是我们，这是我们的原创，太没创意，没有创意，而且我以前不会穿的这么 low， 输了，对啊，那我们那个年代太难突破，他们太有创意了啊，谢谢喽。啊，赶快挑，赶快换一换呐，赶快换一换。新年到，穿新衣又戴新帽。一梯组队星光云的朋友们，龙年行大运，耶！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星光云让新闻开始了。吃下面，吃下面，吃下面，下面好硬。鱼精子，真的，它这个是完全没有腥味。哎，这拉面拐关了，拐关。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